即系话你用一句又得，你用两句又得，你用一个片段又得。喺一刻写写吓，即系如果我要响一刻吓嚟到去停顿，咁我期望我个墓志铭系点写咧？咁。嗱，当你写完之后咧，就介绍你投稿喎、哦。我下晚咧，我发现咧有一个稿咧就咁投嘅 N 年后嘅墓志铭比赛啊，真嘅唔系假嘅吓。咁、咧就主办单位咧，圣雅各福琴会加华人永远坟场委员会啊，因为生死教育嚟嘅吓。咁、咧佢就系叫无论人生经历系长系短咧。生命中总有佢嘅故事，啊，又要一句说话或图画嚟表达你嘅故事或者人生观，啊，你会得到啲咩嘢呢？咁吓。咁咧就，咁如果佢写到，你系可以嚟到去表达你嘅人生观啦，吓，亦都系欣赏自己啦，反思生命啦，吓，咁咧就可以投稿咧，就投去边度咧？下载咧可以投稿啦，吓，创作嘅唔少唔多于500字，吓，就投呢、這个吓，唔 多于500字啊，一句都得啊，一句都得吓，咁咧就有个轮选啦，吓。咁啊，有奖品噶喎，吓有奖品啊！咁啊，截止系4月11号吓，咁又啱啱佢哋做 promotion 啊，即系介绍俾大家吓。O.K. 系咪个个都写下你自己个无名字啊？无字名吓。O.K. 有冇人愿意分享下你写啲乜嘢啊？或者你帮隔篱嗰个分享下？有冇觉得你都得意可以嚟到去俾我哋听下？好，有冇人寫咗你都想可以幫我哋分享下嘅呢？
寫咗得五個字嘅，就係、是、你死咗去邊啊？睇嘅人就會去諗，又會諗我，又會諗佢。係好得意嚇！你死咗去哪處？死咗去邊？係好，有冇人分享下？喂喂喂，我寫咗一句好簡單嘅，係有良善有忠心嘅仆人，咁就非常 good 啦。哦、OK， 俾啲掌聲一位同事啊，因為如果喺上邊啊，睇你唔到啊。好，啊，係，佢話頭先讀多次喎。樓上有人啊。哦。樓上有人。當你記得我時，便笑一笑啦。就是跟我打招呼喎、哦，可以俾掌聲一位嘅朋友嚇，啊，似乎都係好誒輕鬆嘅一啲墓志銘喎。我都係好傳統嘅嚇，都係忠心事主啊，講全福音啊，主為安息。嗯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虽然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诗篇二十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成节金句啊吓。O、okay, K， 即系鼓励啲人咧继续努力啊，因为 你已经完咗啊嘛，系嘛？即系嗰个无字名系，即系肉体衰残吓。好，仲有冇？咁我有一句之前都写过几次，就系、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咁啊，見咁多人都咁幽默，可能我加四個字啦，小心碎片咁樣啦。小心。小心碎片。小心碎片啊！小心碎片。哦，瓦器。O K O K。瓦器碎咗啲碎片啊！啊，咁你不如去投下稿啊！依篇係嘛，都誒幾得意嘅一個墓志銘啊！好，仲有冇其他人分享下？仲有，仲有。我就直接寫話，我在這裏正差遣我，差遣去邊咧？唔係唔係啊！我啱啱你咁哇，笑聲震撼你堂，姊妹們好，或者咧嗱咁我。負責啊！我都要可以分享我自己一個啦。好似頭先位牧者，我都好typical 嘅一啲好保守嘅人啊。咁我個名咧嚇，中國香港人，好有意思個啊嚇，因為而家講身份有四個身份嘅喎。你可以是香港人，可以是中國人，可以是中國香港人，可以是香港中國人，是吧？完全不同意思的、哦、那我的意思就是說呢，我是在中國、啊、中國屬下的香港人，所以我拿過呢是中國特區護照來的、啊、那這個呢就是 typical 呢，就是思想政治路線正確，即係中國香港人啊。咁咧就係、是、生於咧，即係五零年代嘅啊。咁咧卒於咧就係二零三幾。咁即係話咧，我係滿足於八十零歲嘅啊。因為咧三減五咧就係八啦啊，即係反映咗係幾時啦？好啦。原籍中國廣東清遠喎、哦，嗱、啊、依、這個咧亦都係俾翻啲人睇咧，係喺邊度？所以發覺咧，你睇誒述子嗰度咧，通常都寫你邊度鄉下嘅嚇、啊，因為其實鄉下咧，即係有一種叫做係即係揾翻祖先嗰個嘅即係源頭咁嘅感覺啊！咁係廣東清遠咁，所以咧就我上國內就好慘啦。因為廣東清遠咧就係廣東人嚟嘅，一上國內咧就講唔掂啲普通話嘅，嚇咁啊，所以咧
困难啲啊。咁咧就蒙主宠爱咧，就一生致力服侍他人。嗱，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如果唔系神嘅爱咧，就咩都冇得做啦。所以咧就写蒙主宠爱啦，就一生致力服侍他人啊，希望可以咧就系荣神益人啦。啊，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响今日啊，即系写嘅墓志铭啦。咁啊，我哋总结翻咧，其实当我哋睇翻咧，我哋点样去面对死亡咧？咁样样，但其实死亡嚟讲咧，即系如果你真系静啲去谂一谂吓，咁你发觉咧，其实死亡都带嚟咧系可以焦虑嘅，喺呢个好正常嘅吓。咁当我哋年纪大嘅时候咧，就较为少啲，因为知道点啊，呢个系 must 嘅。同埋咧係賺咗噶啦，嚇！同埋咧，即係如果我哋係我哋而家講緊 healthy aging 嘅，即係如果我身體健康嘅時候，我能夠去將我擁有嘅嘢去分享，嚇！亦都係神俾我哋嘅，嚇！每人有唔同嘅恩賜，我哋一路去分享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好 enjoy 緊嚇，即係我哋擁有嘅生命嘅，嚇！當我哋再嚟到去剖析翻嘅時候。当你的生命是你是丰裕的，你亦都有预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接纳到个焦虑，活在当下，亦都可以活得有意义的。咁比较死亡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点啊，死而无憾。咁希望呢就是我哋每一个咁我哋好独立个体。咁我有各个有少唔同的焦虑的，但我们去认同我们的焦虑，我们去发掘我们所拥有的，来到去善用我们的生命，不单止自己丰富，也都是可以丰富别人。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一连串的讲座呢，是帮大家去丰盛你自己生命。死亡是一个启发大家去看回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人生更加丰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不一定是面对死亡的，是总之接触到你的人都觉得怎么样，值得帮你做朋友的。当我们真的有我们的丧礼的时候呢，人家来到呢，很多人呢就叫你一路好走的。就是呢就很开心，有机会帮你做朋友的。我的生命呢是充满那种的喜乐，愿意呢大家来到去在你的人生里面呢都是丰富的。死亡只不过是触动你更加来到去活在当下，活得有意义。好，我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想去问的呢？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到，我们五分钟到呢就给芝儿来到去有少少的报告。好，如果没有问题呢，那我就交时间给Melissa。Testing。我哋再次多謝陸博士為我哋咁分享一個咁精彩、咁豐富嘅講座同埋題目。咁咧喺我哋今日嘅講座接近尾聲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嘅報告嘅。咁今次我哋呢個嘅講座系列得以能夠成功同埋咁順利進行咧，其實好有賴我哋一啲嘅協辦嘅機構嘅幫助同埋協助嘅。咁係包括有康泉醫療協進會啦、靈石靈養院啦、拿打素全人健康持續進修學院、善靈會、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同埋香港浸信會醫院
全人健康中心嘅。咁頭先咧，其實我哋嘅總幹事同埋阿陸博士咧都提過噶啦。我哋呢個講座系列咧，其實係有四個系列嘅，其實直至到今年嘅十月嘅。咁喺度唔詳細去介紹啦。如果有興趣嘅人士咧，咁可以去翻我哋嘅網站啦，或者一啲宣傳嘅物品咧，去睇翻每一個講座嘅內容同埋講者。咁喺下一次，即係話下個星期三同樣時間同樣地點嘅講座咧，那個題目咧就係、是、死是什麼？是由倫敦治醫院舒緩科主任拉薩路會董事劉錦成醫生去主講的，希望可以在下個禮拜的時候都見到大家。另外呢，剛才我們陸博士都講過了，手上大家都有死亡自我分析表，還有呢有我們講座的回應表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少少時間寫下你們對今天的講座的一些感想或者是一些意見，俾我哋可以去參考去改進，同埋咧希望如果願意咧留低你哋嘅聯絡地址啊，或者係方法，讓我哋咧可以將以後我哋日後嘅活動咧都可以聯絡到大家，通知到大家嘅。咁至於咧，如果大家想攞到我哋嘅收據咧，咁我哋喺第四堂或者第五堂咧就分別可以俾翻大家噶啦。另外呢，我們都會有這個奉獻箱的，希望呢大家按住感動去自由奉獻。另外呢有護士和社工呢都可能要申請私恩醫學分的，請你們呢去到接待處呢留下你們的mark 翻你哋嘅出席咁就得噶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人安排咧去幫你哋辦有關嘅手續。咁再次多謝大家抽時間嚟到我哋今日嘅系列嘅第一個講座，希望喺下個星期三再見到大家。多謝各位。